剩下五集，这个心情是很想给快点给观众看这五集，因为这五集是很多大场面，还有很多我们很努力的强景呢，都会在这五集播出。另外就是有点不舍，因为我们都拍了半年，等了两年。终于播出，但是那么快就圆了，好像还没够了，好像想多一点见到观众们哦，所以有一点不舍的。对，这最后这个几集呢，就会看到我跟子恒呢在一个唐楼这楼梯上面遇到20多个土匪，那就我们要打出去，然后就给当中给一个演员不小心的真的打到我一下头，但是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一脚伸开他，应该他都比较痛一点。